刚从摊上忙完回来，买点菜，一会儿俺叔做点饭送了人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人群里藏着一扇门。叔，你来呗。好吃，好吃。那个国食人为啥大虾米跟那个不一样？哎，对，这个是全是虾仁儿。干啥的？干的。黄瓜的。你吃吧。再说，他说这比上回他来的，那好多了。这他妈的，他半天半天也不喝了，是吧？不能说一回也不喝了。这让咱俩给他带开门了，你不能让他一天都要喝了。之前说话那嗓听着都有痰，这听着那嗓离谱了。你看每天在那个花坛里花好几回，花至少花四回，前面那个两回，后边两回。我见他俩回来没事，你也挨着。哎呀，还能是？要给你讲。我妈妈也在那包家山里。包家山里的。我不好要，挺贵，啊。哎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愿意吃都摘。愿意吃，这要不好要，不好要。慢点吃。你看，这人没吃好，吃啥了？就是想叫你吃点好的。哎，你没有干爹，让他干爹就是干。你别这谈，你这谈，来回要也不好干，咱喝点水去了。要是有奶，一会儿叫给你泡个奶喝，行吗？泡个奶喝吧。可不，这个饭，炒的菜那味儿挺好。我也是瞎炒的。不炒还有菜味儿，也吃不完也得抹。明天一上班就麻烦。哎呀，麻烦啥呀？这正常心的。不行，你搁床上说，你这侄女就闺女了。我那个我那爹侄女那个，可是都是个闺女的。这都是应该的。因为那个东西都是给那孩子把那奶拿回来喝。我不拿叔，家里有，家里两三瓶的也有。反正我一个人我都喝了，我都喝不了。你搁那喝吧，你搁那待，我跟那啥了，在这白天了你喝，你晃了以后睡动了再喝一瓶。天气老喝点儿，俺叔，我说俺叔泡一点儿奶吧，俺不，说俺叔刚喝的，喝杯，晃不来睡之前老再喝点儿。你说以后这都，几十步了行吗？几百十步了，咱咋喝的？我一天就睡觉了。这也能睡了。
对，那啥，人这家也开了，也没说没事。嗯。在这住几天也得了，住院了。